师，Hello，嗨，耶、yeah！啊，这个字把你挡住了，Hello，找我嗯，们的爸爸跟爹爹的即兴对话第八耶，集，耶、yeah！今天，等，一直等，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是什么东西，等，你的 B，好，今天我们的要。警察。警察，我们今天要来玩即兴角色扮演。耶！好，首先你今天扮演什么角色呢？你要演什么？嘟嘟是什么？嘟嘟几家几家嘟请讲，请讲，嘟嘟，对不对？好，嘟。好好，吧。你现在演一个，如果爸爸答对了，对，就是这声噔噔噔噔，好不好？答错就是噔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答对就是这个。好，来喽，来，你演一个宝宝猜，你演一个宝宝猜，你要演什么？啊，你演戏，你要演一个角色，你演对，猜对了宝宝，对，猜对宝宝按这个，你完全不懂规则吧？宝宝的意思是说，你演一个，然后宝宝猜对了以后就按，噔噔噔噔噔，猜错就按，对，OK，好，来。你要演一个角色，你演一个动物好了，不要按钮了，就是你演一个动物，然后宝宝来猜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要演一个动物吧，你要演兔子还是牛？牛，你不能自己讲答案的，兔子还是牛？兔子，你要讲答案了，没有呀，你要讲就不好。我觉得对于2岁而言，这个游戏好像还是有点困难哈。没关系，这样好了，爸爸演动物，你来猜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比如说了，宝宝演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爸爸演的是什么动物？对，爸爸演的是什么？好挑战一个演员的心理素质哦！爸爸演的是呱呱呱呱呱呱，爸爸演的是什么？对，爸爸演的是鸡还是牛呢？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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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鸡还是牛？不是，你猜一个，爸爸演的是呱呱呱呱呱，是鸡还是牛呢？是鸡还是牛？鸡还是牛？最后一题，对。那是老虎还是大象？大象。大象。再一次，是老虎还是大象？老虎还是大象？老虎，对，好，来喽。那宝宝如果演这个，你只是想按钮而已嘛。好，最后了，好，宝宝已经没有耐心了。其实你知道这个，他们把完全，好，跟完全不按的主题走。好了，最后一题了哈，这个你要这个，你要这个，好，来，本集心得不应该随便拿这个按钮玩具出来的，小朋友完全会分心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最后即兴扮演一个角色吧，哈，你可以扮老师吗？哎，你是老师，要跟大家说什么？耶，然后呢，你要教大家什么呢？最后教大家怎么按这个钮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老师请教。我。哎呀，身体力行老师哈，这个直接用行动来教大家，什么都不说，就一个我。OK，好，那爹爹老师跟他说拜拜。乱七八糟啦！